地位高的人说话语气该如何？比自己地位还高的人说话的时候，声音的音调会有什么改变？我的答案是 B。你为了要显示自己是比较稳重的，可能会把音调稍微拉低一点点。我的实战经验，拜票中，我们看到长辈会，哎，张大哥，哦，地方上的大佬。你要投给我啊！好明显啊！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